还有一个要跟你反馈一下的，就是最近我们有一位同修，他满身都是皮肤病，现在他15岁的时候半工半读嘛，他要继续杀鱼，杀了3个月、哎、杀了3个月左右，到了18岁的时候，他满身都是真的皮肤病，这样子他就过后接触了行命法门，他相信因果，他就是要跟大家讲说，真的他只是杀了3个月的那个鱼哦，现在就现在满身病，他已经23岁了，已经痛苦了5年了。我现在还是开始修行念经了，而且他两个舅舅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，也是一个中鼻癌，还有一个呢就已经是手脚已经是不协调，因为他有杀田鸡嘛，他手脚在一直在发抖，一直在发抖。啊，就是希望我通过这个师父节目告诉大家，真的不要杀生了。杀生业报重的不得了啊！重的不得了，太快的。他讲他只杀了3个月罢了，18岁就满身都是、啊、满身，而且他的皮肤的病哦，还一粒一粒，就是看到好像是鱼的眼睛弄吓死人了、哎、真的。不过他相信因果，他直接就开始已经修这个法门了、啊、真的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啊，好好努力、okay、啊，